你太晚了，俺太晚，他都比较早啊。我的老三个在叫哪里啊？农家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勇，逛香肠的师傅来了，树也搞定了，搞了一头好大的，吴大明帮忙搞定的。今天这头猪是真大，我感觉。300多斤。那个猪皮可以借我用不？猪皮全给你。给做一件皮衣啊！我把那个猪皮拿来给你哥做一件皮衣。支持。猪皮，我跟你讲了，猪皮猪皮动动嘛，是吧？猪皮灯来，用猪皮灯来，你要晒干，你看，这骨头都没人吃了，要拿来做酱大骨吃的，还没吃饭，吃完饭就准备逛香肠。哇，刚刚那个叔叔都帮我把皮剔掉了，里面就还有一个铜骨，把灰的也剔掉了。干好，干你！哎。这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啊，设备齐全，我啥时候也能置办一套这个机器。小伟，哎，我们俩合伙。不合伙。我来挂你搞机器。不合伙。嫂子，我们俩合伙。不合伙。叫嫂子都没用了。那个田埂里面烧的，到那玉林里面没了喂。搞猪，搞那个香肠，哥。搞那个香肠就是。嗯，灌香肠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给你老婆来吃饭了。我们吃饭了。八字人，我为他的家。我他包的。他包的。我为他包的。那不吃，这顶多。这两个梭罗嘞。对，热的梭罗。你们看姑姑多爱干净。炒完菜要把这里擦得干干净净。我买的菜心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好吃。吃饭了，吃饭了。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个吧。我现在也学着你们他们站着吃吧。自从开始杀猪了，反正家里猪肉就什么没干过。什么猪肝啊，猪腰子啊，猪心啊，就没干过。黄豆也对。这专业切肉的就是速度就是不一样，好快。哇，香的可以了哦，很香，应该明天就可以发货了。这个猪大肠还要拿剪刀剪，腌了一天一夜了，现在把它挂起来。这猪大肠腌好之后多漂亮，再这样穿起来。我屋里的30个女人，你就可以穿啥的。好，你看，先把它晾着，现在一点臭味都没有。你刚才两个来搞搞不？这样搞猪皮冻了。啊。搞猪皮冻冻，旁边放了一根香肠的。再跟北公子来一大盘猪皮冻冻吧。我姑姑给我嫂子做的猪皮冻的还蛮好吃的啊。这是没卖相。有，真的有，就是那个辣椒生的点有点辣。现在200多斤肉切完了。上面话。你说这多快？上面话。那天晚上，我妈还有我也切了一回，三个人才切了40斤一晚上，睡一下两个人200多斤，就是快啊。现在开始做麻辣的，来姑姑，这个奖励你的啊，两个大骨头。我看就是170多万，那一个80多万。你回去结账呢？我结账，我没点，我就看就好。哎呀，那么帅的帅哥都不帮忙点赞一下了吗？还要点一下好吧？啊，那必须要点一下。你点不点呢？那我两个点了哈。好，我给你去点。好，看完了就点赞啊。好。这么帅的帅哥，我们村最大的老帅哥，好吃。现在开始做麻辣味的，麻辣味的做50斤，然后香辣味的跟那个原味的每种做100斤。老板娘是老手了，放调料称都不用称，我还要称一下肉多重，还要再称一下那个调料多重，这老板娘称都不用称，做了6年的老手。啊，
对，这个都是自己家磨的辣椒粉，因为提前告诉老板娘了。这个麻辣的这个配料就是多，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之前没做麻辣的，麻辣的又要多个花椒粉，又要多个孜然粉，啊，多了哪一种？哎，我都忘记了。嗯，这个比那个我做的那个香辣的更香。我这个就牵着桌子把这个搅一下。搞成这么大块，我以为直接塞到肠子里面去。我也是这样认为的。哇，这个好香啊！我感觉这香辣味道，哦，不是，啊，这个麻辣味道，好香。反正哪一种我都会，你可以自己吃。我知道啊，你知道吗？妈，给你吃了呢。原味的多少多斤呢？原味的，原味的比香辣的少十斤就可以了。剩下的就每种一半嘛，原味的做七十斤吧，七十斤啊，哦，不是做六十斤，剩下的全部做香辣。这专业的弄的小肠灌出来的好好看，你们看，这还是那个麻辣的哦，还不是香辣的哦，香辣的那个灌的也是更好看，估计。现在开始做原味的了。那下就疼了。今天这头猪300多斤。反正除了内脏啊、骨头啊，还剩下200多斤肉，就这样子。哇，这大肠颜色好看啊！再多2个小时，这里就干了，就可以挂到熏肉房了。今天怎么了？爷爷不给我买巧克力。爷爷不给你买巧克力是对的呀，你也是讲巧克力不能多吃呀。难怪一回来就撅着个嘴巴哦。来跟大家问个好来，跟大家问个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贝贝。谢谢呢。好。他们那个在谁里面？不是刚睡醒。怎么了？又跟谁吵架了？有一张纸我忘在学校，和老师说过，有东西忘在教室，爷爷让他汇报。我说，我让爷爷现在帮我去拿，他不提。我说那你明天在这拿吧。今天就要签字。那得有多大事吧？明天去学校签字是？他也生气，你们两个一人你这书白读了是吧？一点点事情就生气，这好看多了啊，哦！第一批那个香辣的已经出来了，现在把它挂的，这比我做的好看多了，我感觉，就是颜色没那么红，可能我那个辣椒粉放的多一点，就这样挂着去。架子不够啊，还得备两个架子。这速度又快又好看，老板娘说味道杠杠的。那个架子不够了，我们去领馆店买了点这个。从今天早上7点钟起床，一直搞到现在下午5点半，没停过。杀猪啊，弄肉啊，猪是在我姑姑那边杀的，然后我把肉拉过来。哎，做这个是真的累，真的这个东西还好是叫了这个叔叔跟娘娘一起来做，不然如果人工做的话，我估计这些肉4天都做不完。你把这个吃，我买了。哎，姐嘛，咋翻开来的？你公公没听你，你听到了，不干净的。你买这东西，这大娘们给姑姑洗干净了，好的。我很干净，走的时候都不太方便。哦，对了，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呀？搞了一天，你等会儿接哪个的？搞了一下午，剩最后个香辣味的还有30-40斤吧。这个搞了几天，搞了这么多了。肯定呀。又好看。今天晚上要接着加班加点了。
这个香肠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啊，反正挂都在这里了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